其实本来没有想要哭，可是想到过去的种种，其实真的很不舍。哎呦，这是一个不舍的影片，但是还是得跟大家说明，就是很时间真的很快，一眨眼其实4年就这样过去了。我从刚开始加入的那种懵懂无知的小女孩，到现在算是有一点点知道自己方向的一个小女人，也是有一点蜕变。那很感谢在这个中信兄弟啦啦队的这个大家庭，我可以有这么大的转变跟成长，当中有很多的喜怒哀乐啊，那他们是可以让我生命有很多的养分。那很感谢过去所有发生的一切，不管是开心的、伤心的、难过的，或者是各种，很感谢他们来到我的生命，让我成长。但是最感谢的是，我选择了这个环境让我成长，我不后悔。可是要离开也是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定，我是非常非常的舍不得，我也很喜欢这里，只是天下真的没有不散的宴席。我想跟大家说谢谢你们这4年来无微不至的照顾、疼爱、支持，还有给我很多很多的鼓励。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没有自信的人，但是我可以在这边很做我自己，很快乐，那也找到了我的人生方向。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最漂亮也最值得回忆的一件事情。然后今天要跟大家说再见，但我相信这个离别不是永恒的，我一定会回来，那我也会一直支持着大家，跟大家一起支持着中信兄弟还有我们姐妹。希望大家在未来的路上也可以越来越发光发热，然后让更多人看见我们 Passion Sister， 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球队可以真的每一年都抛下总冠军的黄色彩带。这可以说是我这4年来最大最大最大的遗憾。我其实本来没有想要哭，可是想到过去的种种，其实真的很不舍。因为我是很爱这里的，那我原本觉得我是可以漂亮的录这支影片的，然后最后想跟大家说谢谢你们让我成长，也谢谢你们对我的爱，希望在未来我也可以成为你们的骄傲，谢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Landy。